好，我是黄玉文，很高兴跟邓老师合作这次的音乐会。我们会带来多首舒伯特的艺术歌曲。那在谈舒伯特的艺术歌曲，虽然它的形式比较精简，但是它往往在同样的伴奏，在对应到不同的歌词的时候，会需要做一些不同的促键的变化。所以它虽然听起来都短短的，但其实是一个非常精致的艺术。那12月29号晚上7点半，我们现场见。嗨，大家好，我是邓吉龙，很高兴呢，在12月29号晚上7点半，在国立台北艺术大学的马水龙厅，我们有一场美声讲堂。这次的主题是舒伯特的艺术歌曲。我们知道说舒伯特呢，在德国的艺术歌曲中占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地位，所以舒伯特他有号称是德国艺术歌曲之王。那我们也希望借着这次机会，由歌者亲自的来跟各位稍微解释一下，我们歌者的立场是怎么样来诠释这些艺术歌曲，而不是透过讲解的一些乐评或是说音乐学者来讲，因为毕竟这些乐评跟音乐学者讲，跟我们歌者讲的切入的观点不大一样。那我们是比较会在技术上，或是说在我们自己演唱上碰到的一些想要诠释给各位听众的一些想法，让大家能够从这个层面来切入舒伯特的艺术歌曲。那这场音乐会因为有开放线上的观众参与，那我们会把连结的网址放在这个宣传的影片的下面。那也请如果需要现场要来听音乐的朋友，因为我们的座位很有限，所以请跟粉丝的小编联络，看是不是有办法为各位准备到现场的票券。不过希望那个时候大家都能够上线来一起来参加这个音乐会。我相信这个是国内一场很特别的直播，因为很少歌者会想要自己边唱边说，因为有点跟我们的专业当然不是很合，毕竟不是靠讲话为生的。也希望大家能够喜欢这场音乐会。那我们12月29号见，谢谢大家，再见。